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钟姐。忽然有人拿不习惯。等一下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秋娜。往那边求秋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钟姐。今天我们要出来巡台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出来巡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人来到了这边，是位于无锡龙井这里。那这一场呢，我们也有一阵子没来了。所以我们偶尔都会来这边小玩一下，因为这边出货感非常的不错，那就来这场再小玩一下。我们就来玩第一台，现在突然又有人拿 GoPro， 所以刚开始的开场有点陌生感，因为已经毕竟我自己出去拍了一个月，然后突然又有人拿，感觉有点怪怪的。这一台上次有玩过，你看它的甩幅，然后它还开落爪，那这个好像很重。对啊，我先把这个带下来好了。咒术回战下来，这边要先想办法把它解掉。插到，哎，差点卡爪。对啊，直接卡出来。它斜坡哎。你说哪一个？这个啊。这个不行啊，这个要出货。这个在这边有点挡路，然后我再。逆咒术回战。哎呀，大家一定会突然也有点哎。怎么突然又有小帮手的声音了？终于出关了。然后打这一台呢，我的一个小目标是要拿上面。上面你看这边有一个夹山送的皮卡丘拼图，因为我本身就蛮爱玩拼图的。然后这个皮卡丘感觉又不难拼，蛮好玩的。然后一千片也算是有点小多，但是我可以留着自己玩。这个应该可以直接出了吧？玩下去。二手。这个喇叭真的重啊！哦呦，是不是要再拉一下这边？嗯，比较稳一点。嘿，糖。嗯，是可以抓公仔啊。可以可以可以抓这个，直接推鬼灭吗？哎，没有哎。哇，他那个酒精喷枪。那还是先抓合金车啊。好啊，也可以。怕丢，出来一点。对啊，但是合金车，哎，这台是阿法哎，竟然是阿法哎，哇塞！出来了，要出货了。哼，我是怕它不会浮，因为我们东西都把它压着了。七，阿赫，阿赫啊，那就要全包了。包了，还全包不到。对啊，但是应该是。还好，八七，哎呦呦呦，来一个三爪让我抓一下。那你刚好一颗球。对啊，三爪七，哎，也行也行，这稳出的了。有了，哎，真的有这么重哦？然后这个是目前可能是里面中比较偏难打的，嗯，后面这个都开了，如果没有这颗球的话，它下去会很尴尬。但是我们的门开了，咒术逆他一波，哦，他那个逆斜甩的甩幅多么要求啊！哎呦，好了，这个左右应该就有了，是吗？嗯，哎。再一次，七，五位，然后合金车左右包一次看看，可以拖公仔了，因为合金车没有在那里的。不然我先把合金车逆过去好了。好吧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可是刚刚那个公仔是被酒精喷枪卡到哎，所以他才起不来。中，原来有出来了。中，哎，七，要酷。是吧？是吧？来，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就鬼灭，直接出货。出货。弹。哇。哇。水逆。哇，这个阿法，等一下，我们先全包，想办法
救一下，因为我怕阿法是真的有点小众。没关系，我先救这个阿法。因为上次我打这一台，那时候把合金车打掉蛮多台的，然后他的合金车在一楼，会有点小尴尬，因为加上，哎，哎这个球好啊，然后鬼灭，托你一下，然后再左右还是嘿，还是逆风斩，逆好了，这甩符你看。似乎现在应该是要左右，左右一下，起，卡，好，来了，逆，阿法，还是左右就好了。这甩符应该不用做大，这样子给它包一下，再包一下，一直在这，对啊。因为这台阿法是真的有点尴尬，小众，好像没有全包或者是捏到宽都蛮难动的。全包起来，哎呦，已经黑爪套了。这样，感觉它一定要插到最下面去。哎，好啊，那我先。哇，我的合金车，他把后面的东西都挡住了，现在我只能出这些吗？这样子，哎，加三，然后这一个再推你一下，看这个会不会卡爪出货？哦，哎。还可以这么漂亮的回去哦，再一次，哎，有了啦，不小心的，只要不小心，我们这么拼命的甩，但是最主要是这个合金车真的卡死啊，全包，可以。排不下来。嗯，哎，撑呢？来呀！哎，我们先拖公仔。嗯，好。哎，先不要大甩符好了，先。球变个位置，这样子。没上去。那这样咧？扣得到吗？再一次看看。哇！啊，我直接逆好了。直接逆到公仔可以。中。那个逆斜甩感觉非常的漂亮，如果逆到拍到，应该直接上去了。中，卡住。对啊，卡的刚好，但是这个宽合金应该是跑不掉了。上，直接出呢？直接喷出来。哎，那现在呢？就这一台合金车啊。不然还有一个办法。鬼灭。不是不是这个，先打这个角度。这样子，把它带过去，嘿，这样子，先把它带过去，你这样子就全包得到了、啊。这样子啊，至少先把它带出来。我们刚刚是因为卡挡板一直卡住，就是不要大甩啊。嗯，先球变个位置就好。好像也不会吧。没有加上它是立这个角度，如果它是横躺的，应该很好全包到。哎、欸，包到，哎呀，放弃这一台，这一台哦，哎、欸，包到了哎、欸，哎呀、啊，
哦咦，那立起来嘞。哎，鬼灭可以过来吗？帮我补一下。是唯一的机会了。对啊。等一下，是不是直接把它吃宽，左右一个宽？嘿，哎，来了来了，吃宽会浮吗？吃吃看。那要吃很多、啊。嗯，吃多一点。啊！哎，哎呦，还好，哎，还好，还好，还有那颗球。哇塞，又下去啦！除非刚好扣到下面，哇！这个合金车，哟，扣到，哎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可以，来来来，再扣，直接给他一个大逆，这样子。但是在打他之余，中间都有出其他的啦，是还好。哦呦，你看这甩符，哦，甩符飞的嘞！一、二，差一点，是不是左右全包？嘿，直接秒杀！你看我们右边直接很快速，直接把它打空了。那那个酒精喷枪要试一下吗？要吗？可以小试一下，因为我们毕竟很快速的达标了。它东西有点大，我们很难入爪。还是说录一次就卡住了？录一次看看。不过我们就录一次，如果没有卡的话就算了。因为毕竟我们右边的目标已经全打空了，所以我们目标已经没了。加上那个加三送我也拿到了。要花很多钱。不会，这次就录了，真的真的这次录了。然后你看哦，录有没有卡？没卡，没卡。好，那就算了吧，因为毕竟前面那个弹力绳，哎，不，那个拉力绳，那个很重，那个在我上次打的时候，那个就在了，而且上次会轻半处也是因为它，好像在45度还是在前面，我忘了，就是一个平台。好，那这一台呢，我们就很顺利加三了，我们再命一下台主拿那个我要的加三送的拼图，那我们再去玩一下下一台。这一台呢，印象上次好像我们曾经有玩过的样子。推，逆一下这个好了，二收，哇，那么慢。对啊，但是他爪力好强啊，他把那个东西整个捏猫嘞。这一个放着放着，来吧。这个装饰灯，拖这个气球下来，好像可以出货了。对啊，先出哪一个、啊？这个。刚逆过去的。没关系，我捏个毛。后面 back 的那一下有够大力的啦，好，吸它，吸一下，卡一下，然后我的洗衣球也下来了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，那我就还是拖这一个、啊，有，哇，洗衣球不见了，拜拜，直接埋下去啊。然后这个逆一下好了，上，哎，上不去。装饰灯 ，LED 装饰灯，拖一个，哎呦，再一次，这应该总能吸了吧？吸，哎，其实后面都满满的了。这个嘞，这个小赛车压着洗衣球，然后夹洗衣球，二收来了，最好是可以插这样子啦。那你这个过来，推扒一下，
OK， 来洗衣球，至少让我出一个洗衣球嘛。但最下面那个洗衣球背面就不知道了。它抓力不是很强？对啊，看起来是很强，但抓洗衣球不知道。然后我把这个再贴近一点好了。哎，然后它后面有一个那个鲁菲，就是那个笔筒看起来不错看的海贼王笔筒，来中一个，对啊。抓力真的强啊！哇，这个出的也太缓慢了吧！然后我看能不能把那赛车带过来，那个存钱筒带过来，不是存钱筒啊，笔筒。那笔筒做的其实我觉得蛮好看的呢。哇，他那个笔筒做的真的可爱，很可爱。是吗？嗯，你现在是不是还看不到？看不到。等一下我加出来你就知道了。做起来真的可爱，还是说可以直接把它带上来？中，来，上来放，拖一个，哦呦，这个笔筒，弹一个，他那个笔筒后面那个最后面那个没带出来，他根本就过不来，无限轮回，不然除非。对啊，然后这个下去把它卡住那个洞，笔筒基本上就是回不去了。停车好慢啊。对啊，所以到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了。五秒、四秒、三秒、两秒，就这个，你看他直接下去把那笔筒压着，基本上这两个应该就拜拜了。再拿他一次。哎，可以。哎，好，这样。就这样，这样，然后抓一个笔筒，你看哦，跟我们预期的一样，笔筒抓起来，它下去补位。你看看，你看看前面那个啦，它把它卡着啊，哇塞，这个赛车怎么轻成这样啊？后旁，哎呦，来来，笔筒吧。这时候笔筒该抓了，捏个宝，先让上面那个下去，这样子，好，下去下去，很好，来了，你看，非常之完美，吸一个，太惨，对啊，还是笔筒中它，是吗？对啊，这样子啊，我转，中不了啦，记得，那我再吸。OK， 最后一个就是你的笔筒。你看打到现在，你还没看到笔筒的真面目，对不对？嗯。真的啦，它是真的以笔筒来讲，它做的算是蛮可爱的。这样子把它变一个位置，逆过去，好。笔筒。哎呀，夹两个。哎呀，夹两个。哎，不是这个啊。对啊，没有要打这个啊。这个。谁叫你要打笔筒？哼，觉得它可爱啊。卡在这里。不会不会不会，出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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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啦，我相信它能出。中了，来了！哎呀，后面左边、右边都不帮忙，哇！笔筒，嘿，哎呀，阿内跳了一个东西出来，嘿呀，这个啊。两个起来，躺下来，它就是都这个位置。它如果躺掉之后，笔筒整个就帮助很大。算了算了，我直接给你拼啊！
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来了，给包蕊。好爪。会会弹一个。等一下你要打鼻筒出来。他就是一直维持这个姿势，然后这个东西都要出来了。你看，还不出来？你看，你看，气死就会。笔筒过来了，你看可不可爱？哦，这个拿去办公室啊，放在那边，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啊。哎呦，来呀，弹一下。我就没有，他就没有打这个出来，他这个过来，冲啥啊？真的是，那个很重啊。对啊，真的是颇重。好吧，这样子，你看，你看，想要的东西都打不出来。你看，来了，这有了啦。真的，只要是自己要的东西，真的都是特别的难打。有吸，但是他吸怕过不去啊。小吃一下过了。笔筒，哎、欸，是不是？然后最后我这个小捏一下，既然他都来了。好啦，你要出来就出来呗。那最后我们这一波呢，我们也算是非常顺利的把自己要的笔筒打出来了。那我们最后去把东西稍微集中一下。好，我们这次夹完了，这次我们总共夹这样子吧，左右各两个小塔，也非常的不错。尤其是第一台那个时候我们一来的时候，前面就有一个45度角一个大斜坡，然后就直接都过去，放上去基本上就出来了。然后包含它后面这个拼图，我们也直接拿下来打没几次就出了。然后它的右边几乎是完全被我们清掉了，公仔啊、喇叭、合金车。全打出来了，然后最主要的是有我自己要的这个皮卡丘的拼图，它有1000片，回去可以小玩一下，还不错。然后后面那一台呢，就有一点小隐恨了，隐恨在这个鲁夫的笔筒上，但是实际上也还好啦，因为我们也有打蛮多的，你看又有遥控车啊、洗衣球，还有这个 LED 装饰灯，但最主要的就是要打这一盒鲁夫，因为我们是从最角落直接把它挖出来。然后也是这样一直带，一直猛带、猛挡、猛补位，才最后好不容易把它给挖出来的。然后挖出来之后呢，又10元出了一个这个呼叫器，也还 OK 啦，不无小补。好，那这次呢也算是出货非常的顺，今天总共就夹这样子吧。这次抽奖要抽什么呢？想必就是抽这一个最煎熬的鲁夫。这个笔筒看上去是真的还不错看哦，你看它的旁边的造型。嘿，这个放在办公桌啊，放在自己的书房啊，我觉得都是非常的不错吧。这个拿来当笔筒算是非常的好看。好，那我们这次抽奖呢就抽这个还不错看的鲁夫公仔笔筒抽奖送给大家。那这笔筒的抽奖办法在片尾，大家看一下，喜欢我的影片就订阅，谢谢，拜拜。